到底是谁让你以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？这世界本来就是虚拟的，我记得没有错，本来就是个虚拟的世界。为什么做的不能是江小媛？我也什么做的不能是江小媛？我这缺个助理，一个月3000，有活在家提成，将来翅膀硬了，南飞。 来干吧。我打算去一趟明光实验室，那里估计会有我要的答案。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了。 以前不是吗？以前只算一半，只有我需要这里。现在我们都需要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份合同上应该提到了灯塔系。你、霍伯宇还有许静娘，很有可能是参与了灯塔系统的试验。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